汪峰、中超华晨宇得第一，张韶涵直击心灵，但排名却是未知。3点9日，我是歌手第八期持续播出，排名如下：一，汪峰再也没有；二，腾格尔怀念战友；三，华晨宇必然易爆炸；四，霍尊红颜劫；但是张韶涵在人间力全，哪怕我很小 KZ 谭平安 Real Long 排名未公布。看过《我是歌手》的观众不仅被汪峰的改编所惊叹，被华晨宇的演唱所震撼，还被张韶涵的声音所感染。当年我们喜欢的公主小妹真的成熟了很多，虽然最近关于她的消息有很多，但仍旧抵挡不住对她声音的喜欢。小小的身体蕴含大大的能量。 at 本文为原创内容。3点9日，我是歌手第八期持续播出，排名如下：一，汪峰再也没有；二，腾格尔怀念战友；三，华晨宇易燃易爆炸；四，霍尊红颜劫。但是张韶涵在人间力全，哪怕我很小 KZ 谭平安 Real Gone 排名未公布。看过《我是歌手》的观众不仅被汪峰的改编所惊叹，被华晨宇的演唱所震撼，还被张韶涵的声音所感染。当年我们喜欢的公主小妹真的成熟了很多，虽然最近关于她的消息有很多，但仍旧抵挡不住对她声音的喜欢。小小的身体蕴含大大的能量。 at 本文为原创内容。